小天下看地图，六月创意游戏篇。咦，微苏威火山喷发会是什么样子呢？ Ready go！还没结束哦，将作品贴在墙上前，记得先翻到背后，看看当地孩子还想和我们介绍什么哦。36个创意提案，36种观看世界的方式，史上最潮、最好玩的地图，全新组合，要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、玩创意。想知道更多资讯，请上网搜寻“小天下地图创意游戏”，全国各大书店热烈贩售中。